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管事小凤。今天呢，回来继续帮我爸干活。昨天一天，今天一天，已经回来两天了。昨天呢是我买菜，今天呢轮到我姐买菜，也交给她做吧。我去干活，今天我还是去搬砖。家门口就是甘蔗，想吃啊就下去砍，还是挺好的。今天呢就在上面吃了，今天人多，昨天呢人少。把桌子擦干净，然后把菜端上来就可以开饭了。都是用一次性的碗筷，都懒得洗，平时呢都没人在家，去端菜了。开始吃饭了，开始吃饭了。今天呢，我姐煮了11个菜，2个汤，然后其他的都是这些菜了。今天的菜是我姐买的，昨天是我买的，明天如果要干的话就是我买了。我爸呢没时间买菜，我们两个买回来做。哎呀，吃饭吃饭，准备叫他们吃饭。老爸，叫他们吃饭了。好，煮了11个菜，今天弄好了，你看一下菜色怎么样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可以啊。看，给你买了2瓶葫芦娃，这个酒给你买了2瓶。嗯，够喝了吧？够了。够了。嗯，好，准备叫他们洗手吃饭了啊。嗯，好。我爸很开心，笑眯眯的。这些菜色是我姐煮的，今天换个大桌子，小桌子坐不下这么多人呐、啊。他们喝酒，喝饮料。晚上可以，现在我边上中间。今天晚上就可以搞完了，搞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现在在上面搭这个铁皮房啊，现在在楼顶上面搭这个铁皮房啊，上面还有2个师傅。